来，各位演员们啊，考演员要升级了，接下来要考眼神。比如说上大荧幕，如果是一个特写，你眼睛一眨得有6-7米，那是个巨大的眼睛。然后你呢又不能经常眨，因为观众会受到影响。尤其在演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保持不眨眼的时间更长，为了方便后期的剪辑。如果在导演喊咔之前，演员眨眼或者说笑场了，那这一条呢就 NG 了。这其实是一个功力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一个规定的情境，然后你们在规定情境里进行表演。剧情进入到对视情节时，你们一定要使出所有的演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。谁一旦先眨眼，另外那个人就可以拿水泼他。啊？哎，什么？拿水泼他？怎么就到泼水了？我让花花跟包贝尔来一对啊。规定的剧情是这样的：花花是弟弟啊，包包是哥哥啊。然后呢，哥哥其实是犯罪了的。在这会儿，弟弟劝哥哥去自首。啊啊，好。这轮我们给花花和包包换成水枪啊，方便你们表演。好，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哥，去自首吧。不要用枪指着我的头，我不想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倒霉了3年，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我想争口气。我想争口气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所有人，是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。我都有勇气去改过，你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去接受呢？你别逼我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在拥你心里边，童年痴。老包不划算，他是瞪着眼睛的。对。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。我输了，我眨眼其实老你是瞪眼睛吗？刚才我瞪，也是瞪着的，都瞪着的。老包也不太划算，你俩都瞪着的。包贝尔不划算，包贝尔。但是是不是眯着眼睛放松的那个时间状态会坚持的比较长一点？还是这逼我？也行，他那也还行。眯着眼容易是吧？我是不是没什么差别啊，姐？你是到时候你一定会胜出的，在这。以你的这个眼睛，你会泼水到我们每个人脸。